大家好，我是汽车火锅。那今天要拆装的是，它的差速器、差速器机油。Innova 的差速器油，它使用的是80W90-90 的。那这个机油它的粘度比较浓。那我一般的机油是 0W50 或40-30，那这个粘度会比较黏啊。那现在进行的是 Innova 的拆解化。Innova 的那个差速器油漏的话，这位置在这底部这位置。那这注入孔是差速器油的那个注入孔位置。那所使用是24号的套筒扳手。那我现在开始进行。动作一共有三处，那都要打黄油。那这个位置是那个打黄油嘴的嘴口。那我们有用我们的手动黄油枪，你直接把这个注入，直接对准这个，就直接可以打进去。打完之后，直到那个黄油跑出来为止。那出来的话会红红的，这道已经打好了。那 Innova 一共有三处，在那边一处，中间第二处，它后位置在第三处的位置。那一共有三个位置。
顺时针把它锁上。力道刚好就好，手太紧它会崩掉。OK， 来开始注入齿轮油。这个门盖打开之后，里头有个贴子，保护的蛮好的。那拆开之后它是这样子。换第二罐，装完第二瓶，一样做法。手去抠一抠，摸一摸，确认一下是否足够，其他都蛮 OK 的啊，差不多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锁上螺丝，基本打工完成。